我拉成这样，要来认我吗？这是谁啊？大姐，嗯，你再能吃辣，我赌你扛过三个。我已经吃两个了，是吧？吃过三个，给我点个赞，评个论，敬我是条汉子。嗯，他们说这个鸭头可以真空包装，但是这么烂，怎么真空包装啊？这个应该不对吧？够了，我鼻涕给我整出来了。徐州的三头一掌在全国好像都很火啊，很知名。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三头哪一掌？来个鸭掌好不好？特别辣！你不行了吗？这鸭掌反而没有那个鸭头炖的烂啊，不是那么的能缩动。因为不过鸭掌本来就比鸡脚的肉少嘛。哇！它可能是因为这干辣椒辣吧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哇！鸭掌好了，鸭掌比鸭头辣多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的水呢？辣掉了。妈妈，我在徐州被辣哭了。不爽，太辣了这个。隔壁大叔在笑话我。我这个好辣，嗯，我就很辣，你还不承认，就信你吧。为什么他这么辣？可是鸭头都不那么辣，为什么？这两个阿姨也在笑我，你看，看旁边那个傻子。哦。太辣了，我发起一个挑战，自称能吃辣的过来吃这个鸭掌。那他在这个特别是他在这个碗里泡上个半个小时以后你再吃。我哭了，真的，上海女婿辣是痛觉。我辣成这样要来认我吗？这是谁啊？ Hello， 看我的嘴。你跟他聊吧，我去忙了。我跟他聊啊，我在你们徐州吃鸭头，给我辣废了。你让小哥哥给我免单。挂了，再见吧，好不好？那聊什么呀？聊半天。有啊，不来了，走了，辣怕了，拜拜。小哥哥为了避免免单，我说你跟这家店什么关系啊？他说是外甥。结果我们的小伙伴透露他是老板。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女朋友的闺蜜。啊，你女朋友的闺蜜？啊，你女朋友的闺蜜？啊，对，我是外甥，老板的外甥。你是老板的外甥？对，负责免单这回事。啊，开玩笑的。嗯，把我放这里了啊。好。嘿，回家了。